观众朋友们好，我是 Cyco， 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，按下小铃铛，然后顺便点一个赞，那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接下来我向大家分享的内容。那我们现在赶快开始吧。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终于能和大家说话了。我是黑市镇人，黑市镇，应该说是对东北人，我是东北人，吉林省长春市，不是吉林省吉林市，我家是好像是吉林省。姐，绿语好好哦，对，我绿语说的比较流畅一些，那个中文有点，现在说的有点不好。以前我去大使馆，那些中国人都说听不懂我在说什么。黑石镇，对，黑石，石头的石，黑石镇。哟，这个是特大对吧？对，我也是吉林市的啊，你也是。吉林的人挺多的，那个推特上有很多吉林过那个通乡的人。日本語でも大丈夫ですか？あ、木本さんこんにちは。いらっしゃい。わからない。何言ってるかわかんないですよね、高木さん。こんにちは。
请记得一定订阅我的频道，按下小铃铛，然后顺便点一个赞，谢谢您的观看。